长青，跟我在一起你很痛苦，对吧？我若是离开了，你才会过得更轻松，是吗？是的，是这样。李浩，昨天我已经答应了今日的求婚，我相信你会祝福我，你也希望我幸福的，对吧？长青，你跟我在一起后悔过吗？不，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我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，也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，他们永远都会在这里。真的吗？当然。如果时间可以倒流，我还是会再一次选择走向你。虽然还是经历今天所遇到的一切痛苦，但是我不后悔，因为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你的痛。如你所愿，我会出国去治疗。恐怕那天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送你，所以今天就在这里跟你道别。一定要幸福，一定要健康，一定要快乐。答应我。再见，长青。请进。你来了，听说你醒了，我过来看看你，顺便给你带些营养品。谢谢，请坐。没事，看到你终于醒了，我很高兴。金瑞，相信你已经知道过不了多久我就要去加拿大了，长青跟我在一起太痛苦了，我不应该这么自私地抓着他不放。金瑞啊，我可以求你做一件事情吗？你说吧，只要我能为你做得到。请你照顾好长青，不要让他受到一点点伤害。你放心，我会待他胜过我自己的生命。谢谢。我可是知道你的弱点了，就这细细的花粉，这样轻轻的一吹，就把我们的英明神武的金总给撂倒了。都是季姐惹的祸，没关系，可以坚持。死要面子活受罪。行了。
就交给我吧，赶快走吧，去休息一下。来，当心啊，慢点慢点。来，我们去帮忙。好。当心哦，两个人一合很沉的。院长，我们来帮你。没事没事，我来帮忙。慢一点啊，当心点，这个很重，来，小心。哇，这什么那么沉的？来来，好。哎，这是20多年前一直帮助儿童之家的陈女士从美国寄回来的。啊，都是些书籍、衣物，啊，还有一些保健品。好 ，OK。陈女士，对啊，哎，我这里还有一封她的信呢，你看，这是他们一家子在美国拍的近照，听说啊。他的儿子身体好多了，最近都要订婚了。啊，来，成清，帮我叠一下。他要订婚了。谁啊？啊，没事儿，我们两个来比赛，看看谁先把这些东西拿过去。长青，来，小心点啊！长青，长青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还是把我当外人。林浩和文静要订婚了，就是在这片花圃，我第一次遇见他。那一年我才只有10岁，我来儿童之家浇水，可是却遇到了大风雨。后来呢？后来他就冒着雨帮我一起把倒下的向日葵一株一株地扶起来。时间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，分明已经过去很久的事情了，可是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。原来他和林浩那么早就认识了，还发生过那么多的事情。沈长青，虽然在你的世界里我终究来得太迟，但是我绝对不会放弃。